好，咁啊，一齐睇下呢条啦。呢条咧就2009年嘅第五条，关于 network 嘅。咁啊，大家一齐睇。好，咁呢个讲咩嘅咧？就系、是、首先，而家有个咁嘅 diagram， 十部电脑，多，费事画晒啦。有 switch， 有 router， 有 internet。Part one， 佢话啦 ，give the name of the hardware component inside the computer for connecting the network。而家问你啦。要博到佢哋咁多個，俾個名咧，個 hardware 嘅 component 喺裏邊叫咩名？係啦 ，NIC。每部電腦裏邊必須有 NIC。我想問，答 NIC 俾唔俾分嘅咧？俾。全名叫咩？係啦 ，network interface card。咁啊，所以啦，或者 LAN 卡都俾。OK。好，第二佢話啦 ，if the router is out of order， 明啊嗬？壞鬼咗 ，Are there any network services available？ 死咗 router 仲有冇 network service？ 得，點解？誒唔係，哇咁啊死啦 ！Switch 咗當 router 你就唔使買 router 啦，係咪？得唔得？答案得，點解得咧？冇咗 router 只係做唔到咩啊？唔係 WiFi。咩啊？只是做不到什麼錯是 access internet 而已但是透過 network 是啦聽清楚好吧別人大家只是整天想 router 只是 for wifi 錯的 router 最重要的作用是用來做什麼呢就將兩個 network 不同的 protocol 撚回它兩個 different platform 的東西撚回它WiFi 只是一個 advance 的功能嚟嘅啫，唔係佢主要的工作，得唔得？咁再啦，仲有冇得啊？有，原來只是上不到網，但係一同二嘅溝通得唔得？仍然 work 嘅，打 online game 得唔得？啊就唔得啦，你只可以打 network game 嘅啫，你打唔到 online game。OK， 好到 B 啦，啊 B 啦，阿 Peter 咧就而家想繼續發展呢個 network 去到30部機，佢問你啦 ，how？Could he do it appropriately？ 跟住叫你畫下幅圖。我想問啦，喺呢個情況下，應該佢要做啲咩咧？睇分數做人三分，要畫圖又要做下啲嘢。幅圖裏邊應該有咩咧？三十部機嘅話，望下呢度啊。哦，照抄呢個變成三十部機係咪啊？啊，咁咪死啦！哇！畫我唔中意三十部，三百部咁點啊？咪又照畫，唔係佢而家問你咩啊？佢需要做啲乜嘢去配合啊？你覺得應該要做啲咩配合啊？知唔知啊？係啦，勁係冇用嘅，最緊要咩啊？多頭，因為佢集線器啊嘛，係咪啊？你要買個 switch。多啲頭嘅，最緊要超過30個咁先得。咁啊，原來呢個咧就係第一分。第一分我讀下俾你聽啦，就係 two switches or more in use。你起碼多過兩部機，即係兩個 switch。仲有冇？仲有冇？仲有你話俾人聽咧，你畫嗰幅圖咧，呢度多咗個 switch， 照顧埋後邊個。11-20， 再整多個 switch， 可能係21-30。咁呢三個 switch 可唔可以直接駁 water？ 唔得，點解唔得？因為 water 根本冇咁多窿俾你插。嗱，千祈唔好純粹諗咧屋企，我屋企好多個窿插噶。你嗰只唔係正式嘅 water， 你嗰只只係一個叫咩啊 ？WiFi broadband water。又是 router 又是 switch 又是 wireless 的 AP 所以才有那么多个洞正式的 router 有几个洞两个一边博互联网一边博里面的 switch 所以我想问你余下那两个 switch 那怎么算呢就这样博了这个就是 switch 这个就是 switch 这个叫一这个叫二这个叫三那怎么博呢那你就博了它一对了咁呢個有個名噶，你會揾個 Switch One 用最貴嘅價錢買 Switch One， 咁呢個叫做 Core Switch， 佢個勁嘅地方係咩啊 ？Core 啊嘛，
附和多啲咯。我全部人話曬俾佢聽，佢都得。聽唔到？分散咗，唔會噶。佢都係咁樣照做紅綠燈去控制一啲 traffic 嘅啫。OK？ 哦，唔會，因為原來每條路都係咁闊噶。因為你每一個時刻只係一條路通緊資料嘅啫，冇一齊，佢負責控制，但係佢控制到咧，好似個個一齊，哦，因為個 time gap 好短嘅啫。好啦，第三啦，就係一個 flexible solution。總之你畫得啱咧，就再俾分你。OK， 好，下一頁呢度，香港政府有個 WiFi 通，咁就係呢只，咁就話啲機咧就唔使要駁線啊，駁直接駁去。Internet， 他問你了 ，give you two advantages and two disadvantages， 呢度幾多分咧？四分，咁就要講完啦。係啊，一個一分。唔該，有咩好處？咁樣噃。多人用，仲有冇？嗱，係人都知 WiFi 想多人用啦，其實你咁樣冇分嘅。記住。其實呢條問題問緊咩咧 ？Wireless 同埋 Wired 嘅 network 點解 Wireless 好啲？唔使用 cable， 慳咗咩啊？錢，同埋咧，有人話我大把錢啦。有樣嘢係有線都做唔到嘅，就係咩嘅咧？就係咩啊？周界用，仲有我無端端多十個 guest 嚟用，唔通你買十部機咩即刻？你只需要十部嘅 mobile device 就上到啦，個 flexibility 咧高咗 ，OK， 得唔得？有冇問題？咁呢個好處 up 曬啦，唔好處係咩啊 ？WiFi 嘅唔好處應該吹到啦，係咪啊？接收唔穩定，尤其是落雨仲有冇？有牆就接收唔到，咁即係話會被阻隔，仲有冇？太多人用會 jam， 咁有個 traffic 都係啦，仲有冇？喂，安全著想啦，仲有冇啊？容易俾人 hack， 因為如果有線嗰啲，你要去到條線去做嘅，但如果無線嘅話咧，喺大氣電波已經搞得掂你噶啦。仲有個咩咧 ？Access time is limited， 咩意思咧？即係呢度，原來 WiFi 咧，政府嗰啲咧幾耐限制噶？好似四個字喎。好似四個字啫，四個字就會停噶，咁啊有啲咁嘅 access time 嘅限制啦，unstable 嘅 connection 啦，啊得唔得？啊同埋一啲 pox 咧 block 咗嘅喎，大家最唔開心嘅，點解？唔係，有啲 pox 啊 block 咗嘅，邊啲 pox block 咗咧 ？port 8080都 block 你，仲想上網嘅？係幫咗啲咩啊？打機嘅 port 啊，有啲打機 online game 咧，有啲 port 咧要特登要開嘅。政府唔想你打機，咁點算啊？封嗰啲 port， 甚至乎咧仲有一啲網站你去唔到，例如咧咩色情網站啊，去唔到啦，封曬嘅政府嘢啊嘛，梗係唔鼓勵咁樣睇啦，係咪？好，另外咧仲有咩啊？唔可以中央處理，因為啊全部直上 internet， 政府可唔可以管到啊？如果就咁照睇呢幅圖，管唔到，咁所以大家做一啲偷嘢啊，政府都管唔到啊，唔掂，咁呢個亦都唔好處，速度慢啦，有冇問題？好，呢條講完。